我们今天一天到晚讲尊严，尊严，我到底什么叫尊严？就是你可以自己做决定，你才叫尊严嘛。你不能自己做决定，你算什么尊严呢？有钱有尊严吗？不一定。做官能有尊严吗？不一定。整天挨骂还有什么尊严？你能够替自己掌握你的未来，未来是你自己选择的，心甘情愿。闽南话说欢喜甘愿呢？那你还有什么愧疚？你还有什么不愉快？你慢慢发现，中国人只要自己欢喜甘愿，他一点不计较。只要你叫他做的一斤一两都要计较，一讲到权利义务，两个人就吵起来了，自己找麻烦。人生难得，你要怎么样？要积极的行善。但是这里我特别加一句话，观之道不行，就是这些道理很多人我懂啊，我懂，我怎么不懂呢？我他甚至可以讲给你听，但他从来不做的。谁都知道，但是谁都做不到。整个社会就是这样，他可以讲得头头是道，但是他一点也做不出来。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，就这个道理。